我只是想要关心我的囡仔，我爸的意思。你放心，囡仔真好。囡仔几个月啊？应该得要出世啊！囡仔已经大汉到会当听到你讲话啊。然后呢，我敢会当甲伊讲几句话？你放心，我是伊爸爸，我袂伤害伊啊。爸爸，我是爸爸。虽然爸爸真无闲，无时间常常陪你讲话，啊，不过爸爸拢有在打拼赚钱。我要让你一出世就甲别人无同款，我要让你赢得人生的起跑点。我要用其他台变作是楼梯，送你去任何一个你想要去的所在。赚偌济钱，互囡仔，不是重点嘛？多做一挂好代志，囡仔唔才有福报。好好啊，教囡仔安怎做人，才是上重要的。你也是甲以前同款，拢无变。啊，不过我已经和这社会结识了真济届啊。虽然之前我捌甲你讲过，啊，不过我阁要甲你讲一届。你就是因为无出过社会，所以才会唔知影这社会现实甲残酷，才会有这样天真的想法。我是相信讲，有钱讲话才会当红声。我知影你即摆真有钱啦，啊，不过你敢过了快乐？恁爸妈知影你即摆过这种生活，敢着欢喜啊？等伊说我用钱甲伊斗相共的时阵，恁就会当了解啊。你嘛是同款的。你若是要安尼继续执迷不悟，那是你的代志，莫把我的囡仔甲派去。你叫咩好个名啦？也听恁爸妈讲要尊重吼，我甲恁妈啦，讲名要好好啦。哎呦，我当都无迄个运气好者。你那关键是你生个名你好，互你敬，对不？你讲个囡仔规个人安尼，我看过一寡人性嘞。拜三囡仔满月酒，你上好有良心来一段。也听哦，甲因爸爸妈妈当面哦讲说多谢。哎，大家听哦，这个囡仔对咱厝咧说多。迄是啊，偌大包容心甲慈悲心，哦，你去人厝诶吼，共下死诶，啊好啊，共感谢者哈。阿姆哥爸，拜三拄好是我甲阿虎结婚诶日子。我迄刚就甲你讲叫好好想，卖阁继续做个，啊你出去无顾你是安尼一撮财，一撮财，要撮几世人，回头两年要哪写你会晓未啦？亚婷甲囡仔出世，迄是你重新诶开始，是无？伊一个这么好的查某囡仔，你若真心悔改，一定甲接受的嘛。一家团圆，重新搁开始啊！你看，这边看，这边，好，亚婷甲你留下来，重新做人。啊，那边，你甲伊阿欢，你继续去做派，愈含愈亲。啊，这简单，这两边该敬一边，你有什么困难呢？都派信徒来俾你指示啦。哎喂，亚婷啊，哦，明仔个等你检查哦。这应该啊。嘿，哎，我知。
拜三。哦，这是我做老爸，上尾也一拜，甲你劝解。我无想遗憾哦，讲我到尾也拢无甲你劝。你家己吼，慢慢去做出迄落吼，把你家己遗憾终身的代志。这边，那边，再去见。